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大家好，这也是大机制造所的新闻频道，欢迎您进来我们的播报时间。我是主播所长，今天是4月18号，是天装战队护心粉红佐藤里香的生日，向我们祝他生日快乐。今天播报的新闻都很适合拿来送礼物，老婆你有看到了吗？上次经历过 Uniqlo 大改造，我相信你也很喜欢， Uniqlo 也很喜欢，所以我们拿到了 Uniqlo 的赞助。就在昨天4月17号，Uniqlo 在全台推出了钢弹联名 UT， 还有福音战士联名 UT。 福音战士新剧场版从2007年开始，终于迎来了历经了13年，终于迎来了最终章，新福音战士剧场版终止线 Evangelion， 是这样念吗？ Evangelion 3.0 加 1.0。 在此时 UT 联名也加入限定的图腾，特别要说一下，这个口袋上面显示45850，是代表切断电源后福音战士能够战斗的时间。知道这样的小知识，是不是更想入手一件啊？但是接下来让大家也有感觉的第二次的钢弹联名 UT RX782 攻击自由独角兽白式丘贝雷沙萨比 New 钢弹萨克，这次可以说是众所期待。重点还有什么呢？只要买两件钢弹联名 UT， 就会随机获得免费的限定钢弹模型，共有 RX782U 以及 MS06SU 两款。本次主视觉从包装到说明书都是由 Uniqlo 操刀设计。今天播报的时候已经晚了一天，祝大家五运昌隆，然后不要买太多，留一点给其他人。趁着大家去抢 UT， 我要播报令人心动、绝对值得入坑的新闻。刚刚要分开吗？小朋友喜欢大怪兽吗？小朋友喜欢大怪兽吗？喜欢。对，我就是小朋友，我喜欢大怪兽。东宝跟历史超优秀的集幻式卡牌游戏魔法风云会合作了，全语言都收集得到15种哥吉拉系列的怪兽卡片，它是以合顶正卡的方式抽出。合顶正卡呢，就是买一盒补充包，有保底的意思。但是日本的补充卡包就不一样了，它的配率是每12包就有机会拿到不散的哥吉拉系列卡片，每60包就有机会拿到闪的哥吉拉系列卡片，而且补充包是没办法开到买一盒的正卡，真的是香的不得了。基本上你只要去零售店预购一盒抽包，你就可以获得买一盒的正卡。正式发售日是昨天4月17号，要酝酿一下情绪。哇哦，你看这个光，这个细节，这个游戏真的是一个新世界，真的非常的好玩。怎么好玩法呢？请听我介绍。如果要详细版的说明，我会再拍一支影片。基本上你在这个游戏里扮演的就是魔法师的角色，可以发瞬间魔法、巫术还有结界，重点是还可以召唤怪兽，这就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part。 在本次的系列中，我就可以直接召唤哥吉拉，然后用一些咒语啊、结界保护它，最后用哥吉拉攻击，然后它的特性是践踏，你除了可以杀死阻挡的怪物，剩余的伤害还可以穿伤到对手的魔法师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接下来还可以继续看我的开包影片，看看身为新手的我抽的牌到底好不好。在上播之前，我又买了一盒中文补充包，还有5包的日文巨增包，老婆不要看。好啦，让我们感谢今天的干爹 Uniqlo 还有威士忌。本集的新闻就到这里，如果观众还想要获取更多的新闻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主播所长，我们下次见。我是哥吉拉，一样的吗？没有，不一样。太古斗兽哥吉拉，他血超多的，11滴血，我把它进去，所以我买一盒包补充包就会有这个保底耶，保底耶。请欢迎按赞、订阅。怎么今天那么卡？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好，不要开小铃铛，就不要开小铃铛，好不好？好，分享，好。